现在我们来看看怎么下载 BKCAM 平面绘图的化学自由软体。首先我们到搜寻引擎打入 BKCHEM， BK、是作者 的名字，他叫 Beta Corosa、我没记错的话，一样搜寻第一个网页，这边 BKCAM 就是这个网址。进到里面去以后，我们开始下载。啊，去年的时候，作者有通知阿元说他们要准备更新。啊，目前的话已经将近一年了，他们还是停留在 0.14.0 Pre2 的阶段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从这边下载。我们今天使用的是 EasyGo8， 那 EasyGo8 部分这边已经预先安装了。